开始了吗 ？OK， 来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好想要穿裤子，差点那个。好，这个我们来到下一堂课哈，来到下一堂课。好，那这一堂课呢，要讲这个平衡常数。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有两节课，跟大家说什么是化学平衡。化学平衡呢，就是因为可逆反应，所以它会有正反应速率，也会有逆反应速率，所以它就不会达到呢你全部完全反应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完全反应就是只有一边嘛，但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化学反应呢，它都是两边的，所以它会有一个可逆。那可逆的时候，什么叫化学平衡呢？就是它到了一个时候呢，它的正反应速率，这是复习哦，你要一直告诉自己基本的观念要抓住，就是正反应速率等于逆反应速率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叫做达到平衡，对不对 ？OK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就是我们上次有一个题目，就是说他告诉你说，哎，哪一些我给的数据呢，它最后平衡状态会一样，哪些会不一样 ？OK， 那我们上次有教这题，但是我上次其实已经有偷偷的去讲今天这堂课要讲内容，就是说，不管你最后的平衡状态是一样还是不一样，你只要是同一种化学反应，并且在同一个环境下，也就是同一个温度下，那就算你的平衡状态不一样，它有个东西一定会一样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。就是平衡常数 ，OK， 就是平衡常数 ，OK 吗？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就是说，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呢？好，那我们就，哇，等一下，我刚刚传那张图片在哪里？等我一下啊，啊，这段是不是要剪掉啊？算了啦，这样麻烦，我们就直接上传。等一下，我传到 iPad 来。好，这样 OK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东西。好，我把它放大一点好了。好，来，这是一个化学反应哈。这个反应式是什么呢？这个反应式呢是氢气加点真气，它会变成碘化氢，都是气体。OK， 那它这个化学反应下，你会发现，来，它每一组呢，它都是不同的数据，可以吗？就像我们上次讲的，你同一种化学反应，你有可能很多数据吗？因为每个人一开始的量啊，或者是拿捏都不一样，所以这是数据一、数据二、数据三、数据四、数据五、数据六，对。然后呢，这些是已经达到平衡了，懂吗？就是它已经不是初始，它已经是经过一段时间让它达到平衡，已经不动的状态下呢，它长得是这样。它长得是我的荧光笔在哪里？是这样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，所以这几组呢？怎么样？他们的平衡状态不一样，他们的平衡状态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，哎，那他们达到化学平衡，那有没有什么规律呢？那这里呢，你去看讲义哈，这个科学家、化学家，我觉得很厉害。就是虽然化学是物质科学，但是你要讲理论的时候，其实你还是要很多数学、很多想象力。他们就会看着你想，你现在先想象一下哦，你若看着这些数据，你都没有我们今天要讲的知识，就是你先看着这个数据。你能够找出中间的数学关系吗？好，那然后答案呢？来，我们先来看，来，所以他就把这里怎么样 ？OK， 他就把反应物的浓度除以两个，哎，不是生成物的浓度。你看生成物是 HI 嘛，反应物是 H2 跟 I2， 所以他就把怎么样？他就把我的反应生成物的浓度除以反应物的浓度，哎，他就先试着这个方法，哎，就发现呢，哎，怎么讲，值其实有点接近，对，你看哦，都是10的负3，哎，都是10的3次，也没有很接近啊，其实也差好几倍嘛，都是10的3次，那你看呢，
0.53 to 2.6， 所以你看这大概差几倍，大概五倍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我刚讲很接近，其实也是错，五倍怎么会很接近？对，我100万跟我500万一样吗？好，但是问题来了，后来呢，他们发现说，哎，如果啊，我在这里把反应物怎么样？对不起，一直讲错，生成物。生成物取平方，所以你看哦，生成物是微学派，所以你看这一格它做什么？它把生成物平方，然后呢，反应物都是一次方。结果它发现什么事情？来，我们把这几组数据的这一个东西都写下来。结果发现，你懂吗？这里就是它就把这里的取平方，然后除以这个跟这个。结果他发现，有没有发现？太神奇了！我的值怎么样？很接近，而且你看到这样不同的数据，就同一个值很接近，然后几乎只差一点点。你应该可以有个构想说，那个有可能就是误差，代表说理论上它很有可能它就是同一个，在理论上就是同一个值。好 ，OK， 所以他们就发现说，哎，在这里啊，这个反应呢，我的 HI 的平方除以我的 H2 跟 I2 的这个浓度的这个值呢，各组反应在同样一个温度下呢，它是定值，而这个东西呢，它就是我这个反应的常数，就会写 K。那因为它叫平衡常数，平衡常数。平衡的意思，英文什么 ？equilibrium，OK，、okay, 所以是就加个小标 EQ， 看啊 ，KEQ，equilibrium， 哎，这个秀英文，上次哎、欸、是谁啊？像有人说，哎、欸，老师怎么在秀英文？这个英文是有点强的啦，好不好？学这四五级哎 ，OK， 虽然说现在应该没有了，不会写作文 ，OK， 好，来。所以呢，你从这里会发现说，哎、欸，哦，所以呢，你只要是这个反应，然后只要大家的温度是一样的，那管你我最后的平衡状态有没有一样，管你一开始谁多谁少，不管你只要是同一个反应，然后我在同一个温度下，对，那我就会等于这个定值。好，懂我意思哈？那如果你有这个概念的话，好，先抓住。那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说，哎、欸，那为什么是平方？你会说，哦，不是啊，从数据来看，我们就发现平方是定值。但是如果我现在换另外一个化学反应呢？那我要自己去猜吗？我要是一次方、两次方、三次方？哎、欸，我可能是 2.5。对，那为什么这里都是一次方？为什么这里都是一次方？好，所以我们所有人看哦。这一次方、一次方、二次方 ，OK， 就让你从这里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哎，这个一一二啊，其实就是谁？一一二，一二就是谁？啊、一二就是我导师班的隔壁班，这样我是一一啊，不是啊。好，我还讲什么？好难笑哦！靠，这个一一二其实就是，哦，不行，我可不可以卡掉啊？好，我把这段卡掉了。来，一、一、二，好，你就会说，哇，跟系数一样。哎、欸，可是你从这边会不会是赛道了？就一定是系数吗？一定是系数吗？哎、欸，就实际上是，他们用试了很多化学反应，了解后面用热力学角度去算，啊，它就是真的是系数，是系数。所以呢，我们已经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这个 KEQ 怎么样？它其实就等于怎么样？它其实就等于我生成物，然后怎么样的次方要是多少，就是要是我的系数，然后怎么样，分母是什么？反应物嘛，然后也是乘上各自的系数。你们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哎、欸，怎么一定？你有时候影片好像比较大声、比较激动，有时候比较小，就是，嗯，如果你看那影片，讲话有点无力，要不就精神不好，要不就是可能是很晚的时候录的，就怕吵到别人这样。OK， 好
OK，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基本观念抓住。好，所以你看一下讲义哈，我现在应该把讲义的中间已经讲完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可以归纳出来说怎么样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个反应，一个反应我们用通式去写它，假设它的系数是小 a， 小 a 个 a b c d 就是数字哦，小的就是数字，那大写就代表化学物质，小 a 个 a 加上 b 个 b 变成。C 个 C 加上 D 个猪，猪个猪 ，D 个猪 ，D 个 D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已经就知道了，对于我的 K， 它应该会怎么写？应该就会等于怎么样？生成物的系数次，所以就是 C 浓度的系数次，所以是小 c。猪这个物质的浓度，它的系数是小猪。A 这个物质的浓度，它的系数是小 a。B 这个物质浓度，它的系数是小 b， 可以吗？好，所以这是我可以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在我们探讨浓度的时候，其实对于气体，我们很常用什么？很常需用压力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是气体的话，你是气压计，你的压力是比较直观的，所以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写法。所以呢，在做这个说明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去注意说，哦，这个是以浓度的表示法。所以我们现在写的第一个，这个叫做浓度的表示法。那浓度你要怎么去说明它呢？浓度的英文是 concentration，OK， 所以 con， 所以就是 C 开头，所以这个就叫 KC， 这个就叫做 KC。OK， 那所以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是用压力去表示呢？哎，是很有可能。如果你这个反应物、生成物都是气体而言，那对于气体而言呢，我们就会用怎么样？我们就会用压力 （pressure）。OK， 好，什么意思？在绕英文 ？OK， 所以呢它应该会怎么写？应该就一样哦，写成，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，PV 等于 nRT。那什么叫做体积摩尔浓度？我们这里框起来，这中括号叫什么？是不是就是体积分之摩尔数？所以你把它稍微移项一下，你就会发现 P 等于体积分之摩尔数 RT。那这一个东西是不是就是我浓度？所以你会发现 P 它其实就等于浓度乘上 RT。所以它是成正比的，对不对？因为 R 是定值。那我们知道现在在同个温度下嘛，我们刚刚一直在讨论说，你这个值会等于平衡常数的时候，这些什么时候一样？就是你的温度要是一样。OK， 所以你会知道一件事情，浓度它应该跟 P 它只差一个常数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是可以去找到中间的很简单的数学关系，例如说他们就是中间就是差个 RT 的几次方倍啊之类的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个小 KP 我们一样就可以写成什么？就可以写成就以浓度来表示的哦。所以就是 C 物质的浓度，然后你就不用写中括号，因为它是压力嘛。然后呢，一样，哎，对不起，讲错 ，C 物质的压力。OK，C 物质的压力。然后呢，也要 c 次方，猪物质的压力，猪次方 ，OK，A 物质的压力 ，A 次方 ，B 物质的压力 ，B 次方，好，然后这个是怎么样？这个是针对气体，OK 吗？可以哈，可以哈，好。来，那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请问这个 KC 跟 KP， 你觉得它会一样吗？你觉得它会一样吗？好，你从这边看哦，这个有点数学，你会觉得说，哎，哦，所以我的浓度跟我的压力，其实他们就只有差一个几倍 RT， 所以你会觉得说，哎，啊，我都有 RT， 那我这样除一除，是不是消掉？你这样讲好像很有道理，但是请问上下都会消掉吗？因为上下，请问你的 RT 的乘在一起会是一样的吗？
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是说你会觉得说，哦，这里哈，这里是不是都有什么 RT， 然后这里都有 RT， 所以它就会消掉，它就会消掉。因为我们知道 P 等于浓度乘上 RT 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请问上下的 RT 次方会一样吗？其实不一定会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上下的次方是多少？小 c 跟小 z， 上下面的次方是小 a 跟小 b， 这两个加起来不一定会一样，所以我们还是要来做个推导哈。所以我们现在来探讨一件事情，就是呢。KP 跟 KC 互相的推导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。来哦，我们现在来看 KP 等于什么？我们再写一次，看到 P 就代表要以浓度，压力一直讲错，来表示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呢把一切的 P 都换成浓度。乘上 RT， OK 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转换，在这里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把一切的 P 都换成浓度乘上 RT， 这个应该知道为什么哦。刚刚我们推导过 ，P V 等于 RT， 你就把 V 移过去，就变成 P 等于 V 分之 RT， 那 V 分之呢就是我的体积末浓度。来，那我们把一切的 P 都改成浓度乘上 RT 哦，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它会等于 C 物质的浓度。乘上 RT， 好，我们把 PC 换成这一串哦。那一样，我还是要 C 次方，对不对？那一样，猪物质乘上 RT， 一样要小猪次方。A 物质，我建议这一段你看的时候，你可以一边就写了 ，OK 吗？给自己一些数学的概念在。可以哦，那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它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一串它跟 KC 长得有点像？来，我们现在先把这一串画出来哦。来，我们这一串现在在这里嘛。哎呦，怎么笔在阴我？就这整大串。OK， 我们来看左边这一串。好。你觉得这一串跟这一串很像吗？很像，对不对？他们就其实就差在什么？有很多的 RT 在里面。RT 很好吃，你们知道 RT 吗？新竹也叫 RT 蛋糕，我不知道高雄这边有没有。清交大的大学生喜欢买那个当礼物，尤其是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毕业生啊，虽然讲到这边好可怜，我硕士没毕业，然后我就直接来当老师，我退学。就是你知道毕业的时候你要口试，然后你知道，网课聊天应该可以吧？OK， 就是你知道要口试，然后那个口试呢，其实就是代表你通过口试，就通常来讲就是你这个论文顺利下装，哎，你就是离毕业不远，通常啦就 90%。但你知道那个口试的时候都很可怕，特别是假设你是台清交程，其实不止台清交程，如果是台清交程，然后中自备，这都算蛮好的大学，就是他的研究生，除非你是有些鸟的系或者那个教授特别那个，不然就是那个口试是有点恐怖，就是说下面会有。你邀来，但是你可能不认识的人，就是说有可能是你教授朋友，也是教授，或者说这个领域的台湾的权威或怎么样。那简单来讲，就是他们听完你口试的时候要问你问题，对。然后你要上网查，我知道各位同学还在高三啊，但其实你们离读硕士不远哎、欸，你们就大概在4-5年就会读硕士的。你是理工科系，基本上建议一定要读硕士。假设你是要做理工科相关工作，我不是说老师哦，就是说，当工程师啊什么样，那个有一些资历他是一定要硕士，就算你是台大学士，还是没屁用，你就是一定要硕士才可以进去，对，然后起薪也会差很多 ，OK， 然后呢，他们就会用 RT 这个蛋糕这样去塞住教授的嘴，就是说他在报告的时候，他就预备很多啊，满汉全席啊，什么蛋糕啊、水果啊、咖啡啊这样的。然后他们只是吃喝完的时候，报告完了这样，就没有东西可以问，就很爽，顺利下妆这样。OK， 然后你说，阿姨你不是没毕业，根本没有口试，根本没有论文，你怎么会知道？这个我看过很多次那个学长姐口试，好不好？所以还有我的同学，对，所以我、哦、不要质疑我，不要质疑我啊、哦！扯太多了，来，所以我们把这一串把它写出来，所以我们把 RT 提出来，你就会发现呢，来，我们继续写哦。好，我写在这一行哦。
你就会发现它等于什么？它等于 C， 我们把里面的浓度都先提出来。然后你还要怎样？你把 RT 另外写，所以是不是这个就是考验你们的数学的？你基本上指数率有，就是乘法有，应该就知道。我现在只是把右上角这一串拆成两串。可以哈，好，那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这一个就是我的什么？这个就是我什么？是不是就是我的 KC？ 而这一个，你可以怎么去说明它？右边这一个，你可以怎么去说明它？就是 RT 的次方。那仔细看它的次方是多少？上面是 C 加猪，下面是 A 加 B。所以呢，这一串要怎么去写它？它就等于 RT 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我们仔细看，我不要跳太快。C 加猪减 A 加 B， 对不对？那 C 加猪是不是就是生成物的系数 ？A 加 B 是不是就是反应物的系数？所以这一串是什么？是不是就是生成物的系数？哎呀，因为边边，我发现这缩放的时候会有点危险，就是说我有时候很难知道边界在哪里。生成物的系数怎么样？减掉反应物的系数。好，但是这边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，你应该是要只能把气体算进去，就假如现在有个固体。还是怎么样的就不行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在这里都是用 P 等于浓度 RT 拿来看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应该是要考虑气体而已。写不下了。好，生成物系数减反应物系数。OK， 所以我们来，所以我们最后我们就得到我们刚刚数学推导，我们就得到一个公式，我们再把它写一次哈。所以大家这公式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 KP 等于我的 KC 乘上什么 RT？ 那这一串你要写 C 加猪减 A 加 B 吗？这个不太行嘛，因为你不一定每次都是 C 跟猪啊，对不对？有可能我生成物只有一个或者三个，所以我这边应该怎么去写？你从这边可以应该是可以知道关系的，就是生成物系数减反应物系数。但是这一串蛮难讲的嘛，你不可能写一大串，所以我们就写一个 delta n， delta n。但是你要知道什么叫 delta n 哦，就是生成物系数减反应物系数，可以哈。好，所以在告诉我们自己，我们再很快的回顾一下概念。平衡常数，同一个反应在同一个温度下，就算彼此数据不同，平衡状态不同，它有个东西会维持恒定，这个东西就是平衡常数。而平衡常数有两种表示法，一种就是用浓度，就 OK， 就是用浓度，第一个；一种呢就是用压力针对于气体 ，OK， 就是我现在画的这个。OK， 而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关系呢？有，我的 KP 就等于 KC 再乘上 RT， 那个 RT 就是你们之前气体的 PV 等于 RT 的 RT， 所以还记得吧 ？T 要怎么样？加273，R 是多少？ 0.082。OK 哈，好 ，OK 好，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下，我们就要带题目，然后讨论一下我们就好了 ，OK。哎，这个，等我一下啊！哇，范例还没截图哎！等我一下下，等我一下啊！噔噔噔噔噔噔，对。哎，对，这个上次有观众留言，就是说，哎，老师，你怎么只有夸205的男生？对，然后什么？201的呢，或205的女生呢？哎、欸，这个我没有偏心啊，好吧，我就只是突然想到，对，突然想到 ，OK， 哎、欸、，OK， 等我一下，我要怎么？
突然想到，哎，大家中山的孩子都是很棒的，都是很棒的。OK， 好，我们把它平打。只是因为我自己高中的时候，就真的跟五班的有些，就是不知道哎，就是都在做一些蠢事的男生就很像啊，所以那个亲切感尤其嘛。然后我高中的时候读二类组，所以没什么女生。对，比现在自强班很少。我们那时候全班36个，只有4个女生，应该是这样，对啊，所以，就是比较知道怎么跟男生互动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现在在做这一题的时候，我们还不要马上做，所以我们再统整一下，到底整理一下 K 的概念好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，K 它是怎么样？它就是平衡常数。那它什么东西会影响 K 呢？什么东西会影响 K 呢 ？OK， 影响 K 的因素有什么？浓度是吗？浓度是吗？浓度是吗？哎，当然不是嘛！我们刚刚不是已经讲了吗？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组，哎，各自不同浓度，对不对？这么多组各自不同浓度，大家的浓度做的都不一样啊。但是呢，你做的 K 是一样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这个 K 就是受什么东西影响，就是受我第一个我本身的化学反应，有些反应它就是很大，有些反应就很小，对不对？那再来就是什么？就是温度。那你会说，哎，老师，那你？我现在怎么看到温度改变？你还没有改变温度给我看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温度改变？哎，所以这个下一次才会讲哦。但是温度是会改变的。其实你想一件事情就知道，你想一件事情就知道，怎么会知道温度改变呢？你现在想一个非常的容易的化学平衡，例如说，好盐类的溶解好了。你看，我们说溶，它不会再溶，它已经饱和了。已经饱和，你不觉得这个词很像我们的化学平衡吗？饱和是不是都不动了？都不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现在其实已经达到所谓的平衡了。结果呢，我加温，它又刚刚沉淀那些又可以溶的更多。那你觉得，那你觉得我的这个平衡常数还会跟刚刚改变温度前一样吗？不会一样的嘛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是你的反应物变得更少，你的生成物变更多，你这样除起来跟刚刚除起来怎么会一样？等一下。我知道有些人数学还比较没办法用我单纯这样口头讲，你随便想一个东西哈，好 ，A 好讲好，假设这是固体，然后变成好 A 变成 B 好了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好，它如果溶解达到饱和或怎么样的，好，所以它现在温度，它现在浓度，我乱掰哦，乱掰，它就是22，好，它现在在这里达到化学平衡。但如果你要给它加温，你给它加温的时候，它有可能这样，又继续溶，所以它可能它就会从2变成3。那2变成3加1是不是代表这边就会减 1， 对不对？因为这边加1嘛，对不对？这边加1，这边减 1， 所以它是不是就会变成1跟3？来哦，这是同一组化学反应，但是不同温度哦。T 上升的时候，那你觉得他们的 K 会一样吗？不会一样嘛，对不对？你去算 K， 我的 K 等于多少？假设这是浓度，是不是2的一次方除以2的一次方，是不是就是1？但是这里的 K 是多少？是不是3的一次方除以？为什么我一直要强调一次方？因为你知道次方是多少，是要看系数。OK， 所以3除以1是3，所以我的 K 是不是改变了？你从这边就知道我的 K 改变了。OK， 所以影响 K 因素呢，其实就是两三个啦。OK 吗？其实就是你这个物本性，就是你这个化学反应什么，然后呢，以及温度。OK， 那这讲义还有溶剂种类，那其实这也是嘛，因为有一些它匀线反应呢，它就是。这个里面就有时候你不要去太背什么，你就是去用一些生活上的例子去想。例如说，我同样一个化学反应什么溶解，好，我在水里面溶，跟我在
油里面有跟什么？你觉得会一样吗？不会嘛，对，溶的不会的，所以它溶剂种类。那不改变的是什么？不影响的，就是一个，就你要一直去注意，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的浓度是不影响的。浓度不影响，好笑！我说要写一点点，然后已经写这么多，这样我下面根本没空间写字体。OK。这浓度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在同样温度下同一个种化学反应，我各自这个浓度还高，浓度还低，就不管我这些，你把它用 K 的系数这个词，把浓度都带进去，你会发现不同浓度之后，它最后除起来还是会一样。OK， 好，来，那我，我这个怎么办？我把它缩小好了。也不好擦掉哈，可以缩小吗？等我一下，调整大小，好了，我们就放到这里了，放这边不会挡到任何东西吧？反正我右上角没不会写 ，OK。不会挡到任何东西，蛮好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范例一哈，我们来看范例一，来看范例一。他这个只是在检验说，我们能不能，你有没有听懂刚刚的课，然后能不能知道到底 K 是什么东西？好，所以呢，他跟你说有一个化学反应，它叫做 A 2加上三个 B 2都是气体哦，所以它是可以用 Kp 的哦。然后跟你说呢，一开始我有四摩尔。一开始我有八摩尔，然后他说他最后答辩论的时候呢，这边是生成四摩尔，可以哦。好，那首先一件事情，你需要先做一个处理，就在这里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是只是看中摩尔数，我们考量的是整体的浓度，整体的浓度。所以呢，你在这里应该要先怎么样？先除以体积得到浓度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你应该要把它怎么样？你要把四。除以体积，体积多少？两升。好，所以你要把它除以二，把它除以二，把它除以二，可以哈。好，所以我现在把这里都擦掉了，你知道我要干嘛？啊，我这边太挤，所以我把它擦掉了。所以四除以二，你应该知道它最后是变多少？它一开始就是二 m， 然后四 m， 然后最后呢？等我一下。最后是多少？这边是四摩尔，但是两升，所以这边是二 n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一开始这边是零嘛？一开始这边是零，所以请问照着化学剂量，这边应该要加多少才会变成二？是不是加二 ？OK， 那化学剂量学过嘛？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如果加二，一比三比二，所以这边是不是就会减一减三？这边才会是加二嘛？所以我们把最后写出来 ，OK， 所以最后就是一跟二，单位都是 m 哦。OK， 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他告诉你题目说写出 Kc 为何，所以 Kc 很简单嘛，所以我们来写最后的答案。我们来写答案。OK， 第一题，我的 Kc 就等于多少？是不是就等于？来，我们练习一下。生成物的浓度乘上它的次方，所以生成物浓度是二，在哪里？在这里哦。然后次方是二，对不对 ？OK。然后呢，这个我的反应物的次方，反应物来 A 2这个浓度它是多少？是一，它的次方是多少？是一。把它放大好了，你们才知道我在写什么。然后呢 ，B2 的浓度是多少？也是一。我的浓度系数是多少？是三。知道我在说什么哈？这个二一三怎么来的？
这个系数。你好，来，所以最后答案是多少？四除以一，所以答案就是四。OK 哈，来，这是第一题的答案。来第二题，他跟你说我要写出 KP 跟 KC 的关系。来，我们刚刚前面有推导了、哦、，KP 等于什么 ？KC 乘上 RT 的多少倍？这个倍是多少倍？几次方倍？生成物系数减反应物系数。OK， 所以我们最后就得出来了。第二题是什么 ？KP 等于 KC 乘上多少 RT 的几次方倍？来，生成物系数是多少？二。反应物系数呢？和呢？一加三，所以是四。所以是二减掉一加三，二减四，所以是负二。所以最后答案是 KP 等于 KC 乘以 RT 的负二次，负二次方应该就知道，就是除以它的二次方，所以你也可以写成，写到这边就可以了。你也可以写成就是这样。可以哦，好，这个就是第一题啦。好，这是今天的课程。哎呦，也快40分了。哎，为什么影片怎么越录越长啊？就是说。不是应该25分吗？那这样讲一讲，可能中间讲很多废话，但我觉得今天的课程算是有扎实的。然后就是，就是你要去好好学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等一下下午就会到学校去做最后的整理。那因为205的课是周一， 201是周二，所以我应该是第一堂你们都上完之后会上传第一份作业吧。OK， 作业就是题目，然后你们就是我在 classroom 里面在写，然后就把它交上来。那作业应该都不会很多，例如说 一堂课它的作业可能就是三题，那我应该就是到学期末应该就是出三到四次这样。因为上次有没有说要考试，但很多同学说不要考试嘛，我们就用作业，所以你还是要认真学习哦。我再说一件事情哈，就是这个作业就只是要强迫你们。去读它练习，懂吗？所以基本上你去读什么，基本上都是一定会写的，就是没办法说在作业上我能不能像考试一样屌电我同学这样，没有这回事。这个作业就是说你去写，你就有分啊。这个就是逼你们说，因为没有作业，我相信有一些同学他可能就是这样，哎，躺在床上看一里面耍憨，哎，没了这样啊，有没有什么有没有学到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也没有考试，我也不用去读。OK OK， 所以你那个作业还就是你要去读，你才会写的这样。OK， 好。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就先到这里。OK， 那有问题在下面留言啊，没有问题你也在下面留言。OK， 好，拜拜。